最近想要吃烤肉，一天不吃真难受。妈妈出去找朋友，今天凑凑乐一手。妈开胳膊撸起袖，自己做的最优秀。因为减肥想要瘦，所以只吃鸡胸肉。吃的太多会难受，做的太少又不够。一口下去满嘴油，一脸笑容在心头。味道鲜美肉块厚，吃完爆发小宇宙。快来跟我的步骤，大口撸串最享受。嗨，我是张醋醋，今天是回家的第三天，这两天真是把我吃爽了，每天不是在吃，就是在吃的路上，就是有点想小火锅了。他现在肯定躺在我的床上安逸的睡着大觉呢。昨天有很多小伙伴问我回家以后是不是要断更了呢，开什么玩笑，我可是勤劳的醋醋，为了不断更，我三天就睡了6个小时，体力透支的我急需你们的小心心来补充能量，可以吗？嗨，我是张醋醋。最近有小伙伴让我做这个自制雪碧，虽然我已经拥有了一冰箱的雪碧，但是看到这个我依旧很激动，毕竟实现雪碧自由是每个肥宅的梦想。在加入几种材料以后，它居然真的开始冒泡了，连小火锅都非常好奇的想尝一尝，但是喝了一口之后味道有点一言难尽，所以我想说，买的雪碧它不香吗？